黄毓民议员，请继续发言。主席，在2014年拨款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第二项的合并辩论的部分呢，就是我都提出很多修正案的。咁頭先我提到咧，有14個議員咧就咁即係就成咁多個總目啊，有提修正案，大部分啊率多所謂泛民主派同埋一啲被指為拉布嘅人，王國興又出去啦，最好救人啊，唔係你真係要翻入嚟。點解冇建制派議員咧？係咪成個撥款條例草案係唔值得提任何嘅修正案咧，主席？這個我真的很奇怪，是吧？那就是告訴大家，我們的民意代表就是對個財政預算案每年就行禮如儀啦，首讀就那條胡鬚佬在那裡說，是吧？跟著二讀大家又說，是吧？就是不著必制，你又不會制止他的，是吧？好啦，到這個三讀之前的全體委員會沒有人出聲，全部吃曬啞藥。那你說公眾怎麼看你這些立法會議員呢？請問是吗？难得你王国兴说，我们有很多板斧，很多渠道跟政府交涉什么什么。喂，这个才最重要啊，因为我们最大的权力就在个预算权那里。如果拨款条例草案通过不到，那就真是大件事了。陈局长，啱唔啱啊？是不是？现在就在喊惊啦，一早就恐吓人啦，是吧？哇，大佬啊，中援啊，冇得出啦，一阵间这样又粮又冇得出啦，九啊几样粮冇得出就真是好事来的，包括立法会议员都是。我告诉你听。怎會是壞事啫？係咪財政懸崖啦？係咪政府運作有困難啦？九啊幾樣，咁你講嘢咯，係咪？有咩由個財政預算案去到一個即係全體委員會階段，係咪大家可以提修訂案嘅，係咪就唔係好似蔣麗雲話悶啦，所以我唔開會啊，悶啊，唔好做人添啦，不如係咪悶就唔開會嘅？嗱，你俾公眾睇到你啲立法會議員係咪單單嗰幾個拉布嘅人嘅惡形惡相咧？唔係嘅，冇人嘅，講講下又王國興咧，再唔入嚟我又點名㗎啦，係咪？我真係中意同佢玩，佢有一句説話，廣東話叫先聊者戰，打死無冤，冇得傾嘅呢個係，係咪？講到振振有詞，語無倫次，係咪？但係都唔緊要，佢都有發言權，係咪？讲返呢一个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呢、这个正正系我哋议员去表达，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有啲提修正案系一个立场嘅宣示，有啲系政治表态，有啲系具体主张，呢、这个都系尽我哋作为民意代表嘅责任，系咪？但系每一年嘅财政预算案，老实讲，而家即系由阿长毛旧年开始，大家就话财政预算案叫拉布。主席，我必须要更正，我从来唔认为呢个全体委员会阶段提修正案系拉布嘅，我都系提咗120条啫，系咪先？真正嘅拉布咧，主席。黄毓民议员，你发言已经超过7分半钟啦，请你翻翻去喺呢个部分。其实我而家都系讲紧个修正案嘅，系嘛？我即系要先。解釋一下，特別係俾而家睇緊電視嗰啲人，請你就各項即係嗰啲觀眾、香港市民知道，而家我哋講緊第二項合併辯論，管治、政制發展及地區行政總目涉及嘅範疇，包括政制事務、司法及法律事務、地方行政及大廈管理、公民教育人員、保安事務等等呢啲，究竟我哋啲議員會有啲咩意見呢？咁樣係嘛？嗱，我咧就只係提出120条嘅啫。其中關於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部分，咁好多議員都有提，咁但我哋都有我哋嘅意見嘅。咁當然我都準備咗好多材料嘅，係咪？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點解將行政長官嘅人工減咗啊？咁之前都有議員講嘅，大家理由都唔一樣嘅，係咪？嗱，我就覺得對呢位行政長官咧，即係689咧，嗱，我喺佢上任之後第一次嚟立法會嘅答問大會，主席，嗱，而家我講緊咧就係、是。即係呢個總目21啊，分目000，將總目21削減啊，至到呢、這個即係將行政長官人工減曬啦啊！即係其實呢有好多條嘅，我就唔需要逐條同你噏啦。我就而家先講行政長官嗰 part 先啊，好簡單。點解要減佢人工 ？OK， 咁好簡單啦，係咪？咁你可以即係將佢串連到我哋而家其他議員提嗰啲修正案，唔係就係我一個提嘅，好多個提嘅。即係要減呢個行政長官人工嘅，係有好多人提減佢人工，其實就好消極嘅。主席應該係叫佢翻屋企瞓覺，係咪？喺佢上任之後第一次嚟立法會答問大會嘅時候，
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是这近年来我做得最痛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那段发言里，即是答问大会那段发言里，我最后都是被你赶走的 ,ok? 但是前面那段说话呢，我是怎么说呢？我说我不会叫你做特首，亦都不会叫你做梁振英先生，我会叫你做689，因为你在小圈子选举里面拿到689票，你是没有资格代表我们香港人，还有你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成日讲大话，没有诚信。跟住我要求你问他应不应该即是辞职，问他丑字怎么写。这个是我引以为最痛快，近年我最痛快的事，因为现在连建制派私下倾偈都叫他做689。这个689啊，即是称呼梁振英而不明，叫689。689仲有6789顺序，冇咗7添。咁有啲人就另外一种意思。OK， 呢个系我最得意之作，即系话代表我对佢系完全即系一个即系佢对佢完全系冇认受性嘅一个质疑嚟嘅，系咪？所谓689，而家个都明，有啲人问咩叫689啊？咁今日啊，李卓人又讲689，个个都讲689噶啦。我最引以为荣嘅呢个，不过即系唔需要注明出处。大家歡迎採用，係咪？有一次我哋有個委員會主席唔覺意都噏咗689三個字出嚟，咁建制派嘅添仲係，我真係好開心，係咪？佢有咩代表性呢？係咪？先講嗰個認受性，當然認受性呢個就唔關佢個人嘅事嘅，係咪？因為嗰個係個制度令到佢冇認受性。好啦，個制度令到你冇認受性，咁你行出嚟咪表現盡量有認受性都得啩，係咪？做一啲真係，喂，好似佢即係嚇喺參加小圈子選舉嘅時候講嗰啲啊，關懷民莫係咪？即係以民為本，又關心啲窮人基層住屋，講到天花龍鳳。喂，呢個係一個典就講典型講嘢，天下無敵嘅講就，然後咧做就有心無力嘅人，梁振英。689是一个最佳的典型，我告诉你听，没人叻得过他的了。如果你要举例教啲小学生，什么叫我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答案就是梁振英或者689。如果我教书，我一定是这样教。因为你大把例子可以作证，什么叫我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是吧？梁振英或者689，是吧？做了两年，就来两年，有什么建树呢？最大的建树就是令到这个建制派分崩离析，是吧？这个第一大建树。第二大建树就是令到很多基层市民，就是那个所谓含水益深，妒火益热，是吧？大家对他有些期待的话，起多些楼啊，起多些公屋啊，现在张炳良即係呢輪就黑過麥斗㗎啦，即係我覺得佢開始有少少失神㗎啦，樣樣都關佢事嘅運房局，你睇下海南啊海事處嗰度又關佢事，跟住呢個高鐵醜聞又關佢事，跟住房屋局又90多單，係咪？我哋淨係審計處嗰個衡工量值報告最近兩份都同房屋局有關嘅。今次就續集，上次61號報告呢就已經我哋嗰陣時已經話俾你聽，喂三年上樓係穩路襯嘅，係咪？而家呢一份審計報告又再一次話俾你聽，三年上樓係穩路襯嘅，係咪？咁然後大家對689有期待嘛？當初有啲傻人，哇！佢話起多啲屋喎，一年起20000個單位喎，最好人人有屋住，個個都住得舒舒服服，咪又係講啊天下無敵咯。咁實際嘅情況就係，原來而家你任你數，平均一年係起唔到20000個單位嘅，喺未來幾年都起唔到。我話俾你聽啊！萬幾，輪緊嘅20多萬 ，OK， 數就好易計嘅。我落街即係做居民會嘅時候，無論財政預算案又好，其實我都好負責任嘅，主席。財政預算案出嘅時候，我就落啲屋村逐條屋村做居民會 ，OK， 講財政預算案係咪？施政報告出嘅時候，我又落去做施政報告居民會，逐條村去講。我話俾你聽，唔係淨係喺呢度大放厥詞，我一樣落區啲。市民最容易聽、最明白嘅就係、是：喂，大佬，三年上樓揾老襯，當然佢唔係咁講，佢係講粗口 ，OK， 係嘛？三年上樓就揾笨交叉 ，OK， 呢個就係啲我哋落去區，即係
個個都會咁樣同我哋講，跟住我哋解俾佢聽，因為咧佢有佢嘅計算方法，佢嘅計算方法咧凍結時段就唔計，係嘛？佢又有佢即係嗰個統計學，係嘛？你哋唔明嘅，佢話我係唔明，但係阿黃議員，總之我排咗五年都未上到樓，呢個就係事實，係嘛？咁你咪又係講又天下無敵，做又有心無力，不過啱啱夠鐘，主席係嘛？跟住落嚟仲大把講，即係講六八九，我話俾你聽，我可以講一日啊！你信唔信咧？